正前方，正前方，正前方。正前方吗？正前方，正前方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等压点。对，我们等会压点。正前方，正前方，正前方。正前方。不好意思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后面自己的更大，不用等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右下，右下。正前方。 好，先生这边。可以，你好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的左手边。好，我先。先从左边找过来。好，看圈好了。对啊。来，爬到后面一点，然后呢？正前方，正前方。好。来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这边再一个，左边。在楼下。 正前方再一次，正前方，这个手。好，请你来挥个手，谢谢。主任正前方。主任，你先从右下，然后慢慢扫过去。好，哎哎，那我们先从右下这边慢慢这样扫过去。主任，你先这个。可以。谢谢。可以。他不满。这样。我不满。好，OK。我很难满足。 来，我们这边挥个手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再谢谢。主持人，我看到慧珍姐那边。好，再回来这里，再一次，来，主持人这里。在这里。OK。谢谢。好，很好。那我们现在请主持人拿那个牌。不好意思哦。 我们再30秒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哥，大姐。正前方，正前方。谢谢。可以。右边这边。看到慧珍姐。谢谢哦。好，我们来。还有哪边需要补的吗？好了，我们要请主持人进场喽。OK。好，谢谢。 左边，可以发个红包吗？好，我们再前面一下哦。好，谢谢。我是可以先问哪里？ 刚刚才到有组织人帮你们年龄讲出来。我刚刚有讲出来吗？没有，刚刚最早的时候。有吗？没有，还没有你上台的时候。嗯。所以你就说你在高雄，然后大家你的表现啊，大家都惊呆了，说49岁。好可怕，有数字哦。但算了啦。我已经习惯了，因为数字越来越模糊了，看不太清楚。 那我觉得心态比较重要啦，你没有办法控制啊，这数字就是每年都会加一，但是心态可以慢慢调整啊。那体力上有什么那个改变吗？体力上倒是真的有变得比较差，可是这个我觉得心态调整有帮助，就是说你一直做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总是会让自己就莫名的兴奋起来。 因为那就是一个挑战嘛，那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自己活力四射。最近有在挑战一些短影音的拍摄，有没有哪一个单元让你觉得最困难？短影音的工作性质，我没有接触过，然后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专业，因为我们有配合一个。 专门做短音的团队，然后他们的思考跟我们原本想的真的是差蛮多的，所以我也在学习，但我尽量就是做自己啊。
尽量不要演什么，所以每天都不知道拍什么。哎，他都是现，我们完全没有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开始就来了。这个 idea 是你想还是公司？是我们配合的团队想的，就是主题啊。他们有找一个创意总监，就小兵，小兵他专门想一些梗，然后我们一起玩这样子，就是很过程是蛮开心的。你跟今年会参加金钟奖吗？如果没有意外，应该会。如果没有意外，对对对对，应该会。看好谁？看好谁？怎么办？都很看好，都很看好。但是嗯，玉婷姐的戏我有参与。就不够善良的我们。然后我当初看到剧本的时候，是真的很喜欢剧本的，因为他写了很多人性的复杂面向，我自己喜欢从这个角度去钻。很少拍的清楚拍的好，然后再来是，我们一晨演了非常难度非常高的挑战，因为那是一个不讨喜的角色，这也是一个。蛮冒险，对基督兰伟来说。可他们双女子，对呀、啊，怎么办？不偏心。这部戏入围非常多嘛，不是只有双女主，就很方方面面都很出色。我就希望他们可以满载而归。但还有很多很厉害的戏啦，因为大家都很出色，我觉得入围就真的很棒很棒。会不会觉得今年就没有入围吗？我老实说，我去年没什么作品哎、欸，我都不知道我在瞎忙什么，但还是有拍一些戏啦。但我尽量了，尽量没关系。我上台颁奖，我再努力，我再努力。最近有好消息要跟大家说，就是海夫电波、啊，海夫出电波哎、欸，我真的超级高兴的。啊，你们有什么？什么？我说以为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，你们不知道的。那感情上面有好消息吗？嗯。出轨的意思是？就没有啊，就欢迎哦。那有没有人追呢？这朋友很多啦。这对啊。这种观察的一项。我觉得我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选择哎，你知道吗？就对啊，现在标准降低，降低可能好像也没有什么选择。就说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好像不是我可以决定的，就是说你生命中要出现什么样条件的人，然后还要天时地利人和，就是很多不可控的因素，还是掌控自己的事业比较实际一点。对啊，所以现在算是已经单身习惯。有一点习惯，但我不想习惯啊，很矛盾，矛盾。就努力在做女外科的前置，希望把剧本写好。我已经讲很多遍了，但是就真的还在，我的台风天还在线上开会，我就觉得好焦头烂额，希望可以生出好作品。要找新男主角，要像乌蛇到新贵手，男主角。我们同时有在谈一些演员，已经有在着手谈一些演员，但是剧本也还在修诶。所以就算我们谈到我们理想的演员之后，我们还是要跟他讲说，哎，现在剧本改成这样，你 OK 吗？这样的感觉，所以一切都还在变动中。现在有新进度？新进度就是应该谈一些演员。没有哎、欸，我刚刚有讲说太多不确定性了，我们这么不确定，要怎么跟人家？对啊，谈定很。所以你是宣扬确定是没有要演出？这个也没有确定，因为剧本就也还在浮动中。那你就是粉丝心目中的女神啊？那你心目中的女神？你心目中的女神非常多哎、欸。我很少去崇拜，比如说，像我跟我同个圈子的，比如说偶像啊，或是名人啊。通常是我欣赏的女生，通常是我身边的人，然后他们都具备，比如说，外在维持得很好，然后很认真的生活，
然后在自己的领域是发光发热，同时又很谦卑，个性很好。我们公司的王思伟，我就超级喜欢他。像这样的女生，我就觉得是我的女神。现在你大概就是工作去花多少时间做网恋？做网恋通，通我加起来一整天加起来大概半个小时，很少，对不对？因为天生丽质，也不是天生，你就要把海波音波跟海波电波，你就可以省非常多的时间。因为我是一个懒鬼，那一个懒惰的人，你就会生出非常有效率的保养方式。我通常都是5到6个月会打一次电波、音波啊，然后其他时间保养就是简单的选择适合你的保养品，擦一擦，然后泡澡、散步这样，就是很简单。那金钟的战袍有决定好没有？我头好痛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品牌可不可以来找我？我现在有点苦恼啊，还没，还没啊，还没。因为我是评审啊，大家都会想要把衣服留给星光大道的各个入围者，所以我现在有点找不到衣服。你说自己是评审吗？啊，我已经说出来是，那帮我剪掉，帮我剪掉。哦，不是评审，我不是评审啊，我讲错了，对不起，我是颁奖者。啊，真的，所以不是。对不起，今天资讯量太大了。对，我不是，我不是评审，我真的不是，不是吧？我是颁奖人，是真的讲错了。对，我真的讲错了。对，他就是一个优势，然后我们都惊呆了，讲说不是啊，史上第一次，不能讲。所以你，但我最近有当评审啦，可是不是金钟或金马评审，对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对，对不起，我把很多事情 mix 在一起。但有机会想要很想当评审，金钟评审。我最近有经历一次评审的生活，我觉得有点辛苦。我愿意做这件事情，但是不要常常，好不好？对，要花蛮多时间的，然后眼睛很辛苦。好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不是吧？我真的不是，我真的不是。会走红毯吗？对啊，你就可以走红毯了。这样会走？他讲的是也可以走，可以走啊。所以你们要走红毯吗？他是去年的，去年有，他是最后才。去年嘉业的银轩也没有走红毯，这么其他人可以。我反正我会想，如果我，所以是颁奖人也可以讲啊，颁奖人也可以讲，因为你肯定是颁奖人。对啊，对，所以我会去颁奖。对啊，除非你不想，通常。对，那女要翻男。我应该是不会走亲的。嗯，怎么？这也不用抢那个红毯。对啊，这么多人要去走，走的话会压力很大。就要多准备一套衣服。对，我已经没有衣服了。这都给他来走，我谢谢。应该很多人很多啦，很多人会想要你穿吧？我想要啊。对啊。好，希望谢谢大家。他们可以找到机会。然后讲评审下，对对对，而且我还不知道自己讲错，我都替你找。请帮我剪掉，剪掉。好，对，口误，口误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